4月22日，斯宾多之母意大利荣福同贞嘅怜悯。玛利亚系新盟约嘅厄娃，所有嘅信徒嘅母亲。佢加入天父嘅行列，同意佢让两人嘅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天主召唤佢到十字架下，佢嚟到系要牺牲自己嘅儿子。佢话佢会死掉，但系人类会生存落嚟。玛利亚喺嗰度养育新嘅孩子。耶稣说：女人，看你嘅儿子。面对生离死别多么痛苦，玛利亚承受着宝贵嘅生命。当佢听到儿子临终嘅时候所讲嘅说话，感觉必定好难受。毫无疑问，呢个系佢灵魂承受过最大嘅痛苦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们。